黑妹小木屋。哦吼，反正麻瓜。意思不救吗？说完了。竟然还死板区了。
只有呢，没交。真的不带封装，真的是个麻瓜，我操！这翻来翻去的，真不爱带封装，浪费格子。 狗也撞。
没人修机子。我瘫了。全做机子了。输喽，传错喽。
Thank you.
把那把灯关了，我日，啥呀？
追一会儿祭司。 他得炸了！不是大舅，用命救，用命在鬼屋。 哎呀，我的天呐，好慢呐！没愤怒恢复的是真的慢。 这波祭司跟妞差不多，相当于炸了。
车在3号站，节点就平局。 一个没治愈的，你能跑哪去？ 我日，护臂好多，都没怎么用。 平了，前方治愈是被先知摸起来的，我以为他治愈焦了，这把护臂憋着了，一大堆护臂都没用，拖这么久。
这板子它是个震感销。没鸟，我换人捉。哎，打什么？就你一个人有怀表，把你挂死，你看谁救得了你？你又没球，你怎么保？然后是美之玉。老空刀啊！真的是抠脚。乱出刀，搞输了。
正好打到地窖口去了。应该还有人呢，真实一个前锋加一个佣兵呗。佣兵亮了，想进洞，那能让你进吗？
他没治愈，晚点可以追哦。啊 他不把你锤了，你得去加血。那我不挂你了。 这是前锋的。
这转点跟别人不一样啊。其他操刀。虽然有点亏，不过还好。我杀前锋，不救耐人很容易平啊，不想平得赢。重新起了。
魔术师在贴，仙子在开门。就平了。我的人被偷了，没说好。真是不是前锋就是佣兵。不追了，我今天杀救人位了，两个人在摸了。卖呗，接着卖。这把还卖是怎么赢？卖，我手上连着。
救不到。后面还有怀表，还可以搞，让他起来修一修操作呗。我等十秒，等你起来我狗也好了。这能咬下来吧？我丢过的。赶到二楼可以追。这太真实了吧。难得走一个唯一缺点，我唯一一个前锋被大家扔了，真是。
先知修人皇呢，我看你呢，直接就跑掉了。哎，没打算过，有眼。好像是要救了，要么就是摸好再来救，摸好再来救的话要开球。强师救完，还前锋，明天有铁屁股。人皇一台残疾，双十一一台残疾，还差两台整机。小木屋也是一台残疾，那只差一台了，你只需要有人补一下就行了。你还不救？你还不救的话，看你怎么救。又卖了。挂了吧，不挂了。强势加眼，地上躺着吧，换人抓去。我守不住，这剑姬肯定守不住，多修了一台。发个信号，直接说不定说小木屋残疾，补一下完事。先把怀表骗出来吧，不然这把不好赢。然后继续让他地上躺着。
这里也有眼，那你也躺着。挂了，挂了，我再找他去。不着急，稳一点，万一翻车了。不着急，等15秒。你等，我也等。送了。这边有个人拉石像去了，能拉的肯定是个怂的。我操，是真敢翻啊！致命空刀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儿？这几个真就老了，都二楼无限玩了，不追了。我估计之后就再也不会打杰克，真是个弟弟角色。远近过来了。
哒哒。活的还没人类快。他这个刀我是杀人好吧，真的牛批，贴脸刀都空。那杰克是真好溜，把脚溜，那没个隐身，玩个板，拿了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好吗？让我咬。
哎呀，这拉球真秀！哎，技能怎么放不出来？每次按。哎，出手怎么回事？我键盘坏了吗？救人都放不出来。不想认真打了。这都能空？可以可以，不亏。调香师香水嗝屁。
飞了，给力！这也是个弹刀小王子。放结实。他哪秀的？多秀啊！他搞了瓶香水。真快乐，打个黑板都能打平。我都没刀的板子都下好了，开开开开开开开就对了，开。哎嘿，谢了啊，还当保姆了还。
就非常尴尬了。这个刷疼，你这不刷他吗？哟，哪来的香水？说是快乐，快乐之中怎么就厮杀了？
这蜥蜴还能这么玩？看得一批兄弟贴脸都不交，太白底了。我跑哪去了？应该只会往墓地跑了，他没别的路走了。但墓地没他影子。真是瓜皮吧，不是小鸡子在这搞事情。
最后一秒把他摸好了，那是真的牛皮。开局佣兵，
佣兵喽，还前锋嘞，真是。出过头了，这把疯狂白给这能带出去，那真是见鬼了。我不打，把他给加速了。还真给带出去了，目的还真的能带出去，时间刚刚好，打一刀给加速的话。